资产平常，慈善富有，高智慧，高层次。完成一件事情，遇到很多挫折，才知道成功的可贵。达观常乐，善解心宽，包容自在，珍惜生命，懂得生活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心里没有喜悦，有很多埋怨，不心甘情愿，即使成功，也失去了意义。生命不在于长短，是在于是否精彩实在。我的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还是存在，最后我还是可以拥有一切所有。为什么我有事他们会帮我？因为我曾帮过他们。善因善果，礼尚往来，从善如流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大自然中含蕴着大道理，等待我们去发掘，去体悟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